然后又卖那么贵，他是卖给到底是给谁吃？不知道，我觉得他好烂。那这里没有红绿灯啊？那这个黄色旁边这个是要干嘛？我不知道，你比较是这样吗？你比较接近刚好照的。没有啊，没有画这个过啊，我不知道啊，他只是觉得这样比较好看而已。好，OK，好，我们要问美了，好，来这里位置啊。单位这边可以坐啊，这边坐三个人刚刚好，我想在那边一个人要帮你。